通教菩萨得应正中智慧，坚固了达三界罗汉呐，得教菩萨得应正中住靜思惟通達諸法，通達諸法，即通教甲別教有所不同，無同的所在啦。同款是發大心入大願呐，有人根基比較比較頓啦，也就是一步一步慢慢來，按部就班啦。佛陀安怎講的教法，就是一步一步來學，學得充足，才來入靈觀。这呢叫做渐教，啊，不过虽然是一步一步啦，按照佛陀所说的教法，按过程，却也就是智慧坚固，了达达三界如法，通教甲别教。还有一点仔差别，通教就是安尼，我既发心，我道心也坚固，我了解世间一切幻化无常，唔是了解尔尔，我嘛是要身体力行。不过呢，就是比较较缓慢，也那是。别教啦，那就是顿，不是顿，是顿，顿就是顿根慢慢来。啊，这个顿呢，就是离根，所以叫做别教，就是、菩萨啦，得益正定，意思接受了佛法。了解了这些道理了后呢，马上啊，心就定下来，入于靜思惟的心通达實法。这个法呢，已经真深浸透了伊的内心，在心安然不动，伊已经呢。是通达实法，佛陀所说的法啦，真紧接受来的根基，就是发大心嘛，立大愿呐，用这个来的根基呢来接受佛法，伊的进度是超越过了通教菩萨这种。靜思惟修啦，透徹清淨，心不動搖，完全呢明朗清淨，大心呢向前前進，這種通達實法，這叫做別教學法。咱应该爱时时用心，唔是干那讲哦。我都是直直听话，啊，我都是去做佛法的研究，安尼我都是一个学者，我有文凭，好，我有名，唔是哦。那上重要，咱就是爱身体力行啦，巴肚伫咧枵呢。干那知影啥物是营养的成分，拌一道菜，别人伫咧吃，咱无去用到呢。其实，干那知影营养的分量，
咱家己呢，并无有吸收到营养的分量，所以讲，咱必定爱了解法，也都爱身体力行嘛。安尼，咱才有踏实感吼，来证明呐，证明经文安尼讲，若诸菩萨智慧坚固。了达三界，求最上圣，是名消暑，而得清净。这个菩萨吼，那智慧那坚固，才会当了达啊，佛的境界呢，通达一切，那求无上道。是最上乘的佛道啦，所以那阿弥呢，就是消愁，不管是尖教，那总是愁嘛，小障愁呢，嘛会当变成大障愁啊，所以叫做二得清净空。那接落来的经文呐，复有自相。得心同力，闻诸法空，心大欢喜，奉无所供啊！度诸众生，是名大士，自得清净啊！也个有自禅定啊，禅定是。思维修行，那心拢清净啦，真如本性智慧呢，拢伫寄住伫咱的心嘛。心那是清净，无有无明邪界啦。自然呢，放无量光，智慧之光啊，放无量光啦、啊。所以讲，奉无所供，度诸众生，用伊的智慧啦，普遍，亲像蜜蜂啦，在空中，那因缘生熟啊，那就是感悟诸轮大地，大地初末呢，皆得蒙。轮吼，拢会当得到这个悟来助轮，各个大家人解释佛教，怎有解释通教嘛吼？那佛教啊，佛教的菩萨呢，得益净定，那就是住在静思惟修啦，这份呢。正三昧入心啦，所以得心通达，闻法欢喜，是大事正业。初中应涵盖小中上草正中，这是佛教啊，因为呢，伊的心通达啦。所以文化都欢喜啦，咱啊完全把遐烦恼啦破除，把咱的心路破病，安尼呢路通啦，咱会当行过来，心地放光啊，哇，真欢喜，看到咱的心地放光咯，是。大树静叶，这都是亲像大樟树，几大樟呢？那是个需要呢。何来滋润？也那久呢？久来无好啦，地又是干啦，这张大树也难保、哦。所以咱必定爱搞换呢。立心，教教咱的自性觉悟，
者呢，这是真正法的源头啊！宇宙万物的真理呢，咱拢从入心来啦。那就是自心即是法，咱家己的真如本性就是法的源头啊！所以咱必定爱好好用心吼，那这个思维心，那得心通达，就是大乔，初中应涵盖小中上草正中，那这个大乔既然会当接到滋润呐。其实呢，地上也会当受到滋润，所以大树受润，这个中间呢，嘛应该涵盖着迄个小树啊，或者是中上玉草吼，这拢总会当受润。所以利用人天。渐进三性吼，这个道理呢，一上一面的道理，都是普应人天法，渐渐呢进入到三性，那三性呢，伊就慢慢呐，也会当渐渐入一性，由实至究竟。三草二木啦，各有性质，方尽啦，会款归心，这都是安尼，一步一步向前，这个将渐教的菩萨，将人间的五戒十善，一直到四谛十二缘，哦，了解啦。菩萨性的教化，以安尼呢，一步一步接受佛法呢，也开始发心啦，向前精进吼，所以从人天法啦，将来嘛会当有这个佛缘呐，法的因缘会牵引咱呢，安尼慢慢进入了三性，发心修行啊。了解人间虚幻呐，就无有欲心贪恋在人间，所以慢慢往修行的路，那从小性幻呢，渐渐呢到大性一实幻，一直呢到个究竟啦，这个境界，这就是咱修行的过程哦，那。三草二木啦，各有性质，各个拢有法度呢，接受着佛法啦，好，真正哩殊胜，看看伊的根基啦，得到真大的利益，叫做性性质啊，有真大的利益，方尽呐，会款归心。了解过去是权，权呢？但是那会当回归到真实的法来吼，这些一条路啦，咱爱好好行，唔惊慢啦，惊唔开步啦，咱若愿意开步呢，向前步步前进。就是渐教啦，也会进步吼。福有自善，得心同力。福有就是福有大机吼，自善就是静思修吼，这种的人呐，注意禅定，发得心通智慧之力。伊的心就是一定呢，在清净无污染的三昧中了啦。
三昧就是正知、正见、正思维，心呢不受外来污染，家己的无明知见呐，所以发得神通智慧之力，这种呢就是一大清清正正的人群中啊，大心光明发散吼，啊自善呐。这个善呢，咱更加用心了解是啥物意思啊？唔是直接坐着目睭闭起来，安尼叫做坐禅。坐禅，这个善呢，就是静力吼，搁一个名叫做静力啦，就是静静的思维啦，那是静心思虑。咱的心常常都是真冷静，未受到烦恼无明一来呀，啊，咱都迄个抗压力真低吼，哇，都受不了啊啦，现出了呢，啊，你真有力的形态，好唔会安尼啦，那咱都爱有一份的勇气呀，菩萨呢，就是爱有。爱有真多的这个力量，那无有力量呐，要安怎去承担众生的大呢？所以咱智慧勇猛爱积聚，安尼呢才会当好好走过了咱这条修行的道路。所以从空出家之力吼。咱先了解一切皆空，一切都是幻化无常。安尼呢，咱才会当去体悟呢，这种的一切万物啊，的假象。啊，这个假象呢，就是集了真多的这个缘呐，才会当成就这个相。所以，这都是。咱要学的道理呀，咱所看到的形象，所听到的声音，拢总是呢一种虚幻假象。这就是爱咱的心爱真情，真了解外相，啊，咱都爱内修吼，就亲像菩萨啊，菩萨。教化众生，有四种无畏。第一呢，是终其不忘，说法无畏，终一切法，修一切善啊，听来的法啊，咱爱行其不忘啊，爱修一切善啊，立人群中呢，无所畏，这就是终其不忘，说法无畏吼。那第二啦，就是尽知法乐，福知道众生根欲心性吼，这呢就是咱爱对众生啊爱尽了解吼，所以
安尼说法无畏，爱先了解众生的习性呐，众生所需要，咱爱好伊，伊才会当甲咱接受啦。呀，第三呢，就是先令闻达，说法无畏。众生啊，就是要问咱，伊知影法是安尼，但是要甲你考啊，啊，你都爱有迄份呢，终其一切法，一道理不忘啊，应众生的习气呢，伊所提出的呢，你一定呢，爱好好回答伊吼，所以先令闻达啊，说法无畏。好，菩萨呢，爱有基础这种的能力啊。第四呢，就是令断不疑，说法无畏吼，就亲像医生呢，对病人啊。在咧把脉，其实是在咧检查看病，咱来了解伊个病情是虾米。这个病情呢，诊断的准呐，要下药呢，迄个病人才会得救呢。所以讲，令断不疑吼，也咱呐犹疑不决啦，呐。要下药也困难，哦，那做代志呢，犹豫不决啦，要做事也困难呐。所以菩萨啊，不管是对人说法，或者是要做代志呢，必定爱有这份呢动机立断呐，对事物真了然清楚，这种的智慧，吼。安尼呢，说法无畏，这呢就是菩萨所具备的四项条件。所以，闻诸法空，心带欢喜，意思就是讲，闻说诸法啊，本性空寂，心中明悟，这心啊，就真明啊。会当头听我吼，安尼都要真欢喜吼。听法的人，咱啊大根基啦，听法一问都了解啦，诸法性空啊，所有一切的法呢都是空啊，那一切相都是虚幻呐，真呢一问即解啦，安尼呢。心中的明悟，就真正的明了啊，觉悟啦，安尼都要真欢喜吼。这就是菩萨地懂佛地，这个离根的菩萨，伊的智慧呢，已经将近到佛的境界啦，甲佛的地呢也定懂了吼，是理者佛理啦。所以这个道理所了解呢，拢差不多不多。爱伫咧讲的话，伊拢总透彻吼，那彻见大道啦，已经咧心开意解了，所以进佛境界，自得法喜吼，那定义初地，这心拢已经了解，所以心时时都在法喜中啦。所以初地呢，就是欢喜地，是当阵了解佛陀的说法吼。所以，伫这个欢喜地里呐，搁在以经典中有安尼一段安尼讲吼：以大菩提啦，善得通达，觉通如来，尽佛境界。明欢喜地，那么，那真欢喜，
听到真侪的法，闻诸法空，心带欢喜吼。那这是伊因为拢了解，所以放无所讲啊，度诸众生啊，这个讲表示智慧啦，用智慧呢，也众生，咱的智慧来度众生啊，所以名为放光啦。地名不一名为无所、啊、这个地慧呢是表达不是只有一人，是无量无所的地慧、啊、所以四名大师二德正中，这就譬如呢顿教的菩萨、啊、顿教大菩萨、啊、所以公教大千，因为菩萨啊，隆重体会了解的啦，这公教大千六种动地啦。这已经呢，菩萨的智慧光照大地六种动地啦，已经呢现身塑形，六道化身，混应十方啦。这菩萨的心地拢已经呢懂啦，怎样了解呢？法原来是安尼哦，所以啊。这种法六种动地那六道万行啦，拢已经入心来了，所以五通四现啦，三轮四化，乃至不相成道，这就是佛陀修行的过程啊！不相成道来人间呐，度诸众生呢。著名大师得益精进，所以咱爱好好用心啊，放无所讲呢，度诸众生。佛陀的第四品内底呢，就已经未间放光万八千土啊，嘛是六种震动啊，期待呢会当震动人人的心地来接受呢佛陀的教法。所以我们要把握到这个人间佛法，我们要好好时时多用心。